针灸带血治病36绝招。一、穴名下毒经脉奇穴，发邪穴之一，取穴方法。手背刺五指缝间上五分处，主治发烧。手法连续不断掐按一到两分钟。二、穴名少海手少阴心经，和穴取穴方法。曲肘，肘横纹尺侧端与肱骨内上髁连线的中点处，主治心动过速。手法揉按一到两分钟。三、穴名通里手少阴心经，络穴取穴方法。神门穴上一寸，主治心动不缓。手法按揉一到三分钟，300到500次。四、穴名大陵手厥阴心包经，原穴取穴方法。腕关节掌侧第一横纹正中两节之间，主治失眠症。手法顶按一到两分钟，直按斜上顶。五、穴名神门手少阴心经，原穴取穴方法。掌侧腕横纹尺侧上方腰线处，主治多汗症。手法直按斜顶向内刮一到两分钟。六、穴名涌泉足少阴肾经，进穴取穴方法。足底前中三分之一交界处，屈足卷趾时呈凹陷处，主治足心热。手法揉按36次。七、穴名忙于冲脉足少阴之会穴之穴方法。肚脐旁开五分，主治头痛。手法目中指按后斜向上顶，左至右，右至左。八、穴名列缺手太阴肺经，络穴八脉交会穴，通于任脉取穴方法。两手虎口相交叉，食指尖左指筋骨凹陷处，主治头顶痛。手法直按斜向上顶。九、穴名玄中足少阳胆经，发会穴之髓会取穴方法。足外踝尖至上三寸，腓骨后缘，主治偏头痛。手法按揉3到6分钟，左至右，右至左。深、穴名定转化驼夹脊取穴方法，在大椎旁盖五分处，主治哮喘。手法斜向肩部顶一到两分钟。十一、穴名指线任脉上关元石门中间取穴方法，脐下2寸半取之，主治腹泻。手法直按稍斜上顶。十二、穴名降压足厥阴肝经上取穴方法，在大肚儿与太冲之间，主治高血压。手法震颤顶按一到两分钟。十三、穴名足三里足阳明胃经，合穴胃下合穴取穴方法，外系眼下三寸，四横指，主治腹部疾患、高血脂症、治胃痛。手法直按斜向下一到两分钟，胃痛时用双拇指按揉患者双腿足三里穴，位于膝盖下三寸，胫骨外侧右横指处，带有酸麻胀感后三一五分钟，胃痛可明显减轻。十四、穴名大骨空穴经脉奇穴取穴方法，拇指近节指骨与软节指骨连接横纹桡侧面中点至白交界处，主治白内障。手法有力点刺，重手法效果好。十五、穴名神庭督脉取穴方法，前八髻正中至上0.5寸，主治脑皮眩。醒脑手法中指点按刺激。十六、穴名虚海足太阴脾经取穴方法，髌骨内上2寸，主治眼皮浮肿。手法拇指强力度按压。十七、穴名肩痛穴足阳明胃经上取穴方法，足三里下约3寸左右，胫骨边缘，主治肩周炎。手法强力度按压一到两分钟，左至右，右至左。十八、穴名扭伤是经脉奇穴取穴方法，曲池手阳明大肠经与阳池手上阳三焦经连线的上1/4与下3/4交点处，主治急性腰扭伤。手法强力度同时按压两臂的扭伤穴。十九、穴名坐骨穴经穴取穴方法，大转子与尾骨间连线中点下1寸处，主治坐骨神经痛。手法拇指用力直按斜向下顶。二十、穴名足跟点手肩穴位取穴方法，大陵穴与劳宫穴连线上找痛点，主治足跟痛。手法按揉一到两分钟，
21学名成江镇那取穴方法，沉沟之中央凹陷处，主治小儿厌湿症，手法重力度按揉3-5分钟。22学名以秒点手针穴位取穴方法，收小指末节横纹中点，主治小儿以秒肾虚手法，轻按揉1-3分钟。23学名天柱足太阳膀胱经取穴方法，颈部大静脉源之后发际五分凹陷处，亚门旁开1.5寸，主治头头肿痛，手法轻柔按2-4分钟。24学名太冲足厥阴肝经腧穴原穴取穴方法，足背阴二指缝间上1寸5分处，主治鼻出血，手法垂直用力点按。25学名上迎香经脉奇穴取穴方法，在眼内4下5分处，主治鼻窦炎，手法按揉1-2分钟。26学名少泽受太阳小窍经颈穴取穴方法，手小指尺侧距指甲0.1寸，主治急性结膜炎，手法拇指重掐法。27学名大树足太阳膀胱经取穴方法，第一胸椎棘突下旁开1寸5分处，主治脉力肿，手法指按斜向颈椎用力顶按。28学名关心穴取穴方法，左足内解析穴足太阳膀胱经至2-3指骨联合处连线中点，主治冠心痛、指痛，手法指端或用圆珠笔芯按压5分钟。29学名圆肾穴取穴方法，位于左手手掌心中指至关节下，主治冠心病、心绞痛，手法一指缠推法点揉。30学名关元韧脉小肠募穴取穴方法，记下四横指中线，主治失眠，手法半卧后揉100-200下，45度水泡足按揉涌泉穴200下。31学名四霸足阳明胃经取穴方法，目正视瞳孔直下，单眶下孔凹陷中，主治便秘，手法按揉腹部自右向左推200下，排便时按双侧四白加长强穴，长强为骨端凹陷处。32学名按脸穴经脉奇穴取穴方法，一风手少阳三焦经与风池穴足少阳胆经边线中点，主治失眠、偏头痛，手法中度用按。33学名天正穴经脉奇穴取穴方法，耳垂前五分至一寸，主治面神经麻痹、口腔溃疡，手法中度向前斜刺。34学名失眠时经脉奇穴足底取穴方法，足底足跟正中点，主治失眠、足跟痛，手法重度力点按。36学名腰枕穴经脉奇穴取穴方法，位于手背侧当第2、第3掌骨间指掌关节后约0.5寸处，主治落枕，手法落枕穴在手背上，在手背上食指和中指的骨之间，用手指朝手腕方向触摸，从骨和骨片颊的手指尽头之处起，大约一指宽的距离上一压，又强烈压通之处就是落枕穴，用食指指腹或圆珠笔头不是笔尖按在此穴上，稍微用力刺激它，落枕的脖子便会变得轻松多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